烫，帅，姿态 OK 啊，有阳光姿态，挺清楚的。可以啦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你可以往这边一点，那边有水，你可以往这边一点。阳光注意就对了，你真的要搞一个大太阳眼镜一下。1公斤推力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还敢冲那么低的场？哇塞，哇帅！不错不错，有样子，有样子。那个脚程了，有样子，有样子。它的速度是慢慢加上去的，嗯，不是你推多少它就冲多少。E 啊，可能 E 的 E 的，应该是 E 的关系、啊。如果你换高速 E， 应该就飞手就变高速 E。不错，等一下下降要多注意就对了。你的头是脆弱的，对，你头没有做那个碳棒补强哦，你可以砍两只啊。来看看慢速，一直延伸到那个，延伸到你的最顶端。4层，飞到高空，降看能够降到几层，高一点，高一点再来。4层拉不太高，对不对？我说你飞到高，你再降那个。你最近很喜欢飞低哦，飞到高空再去测试你的趴数啊，看几趴可以巡航。我觉得应该30趴应该就可以了。没有没有，不行，40趴。你看0.9公斤嘛，现在多少？现在多少？现在50趴。50趴，大概50趴可以啊。不错不错，这一趟飞完就不要飞了，就今天就这样子。哇塞，还敢滚哦！滚起来有点，哎呦不错啊！要全马力滚，哎呦，很稳的，滚起来。跟那个一样哦，小电池，有实力滚的感觉哦，有实力滚的感觉。你换高速快啊？可是你换高速就有可能啊。我现在用60趴。对啊，你要全马力滚，不要，慢慢来。没哎，是要降落还是怎样？降落啦。慢慢来吧，带一点速度，你这没差，不会打到。带点速度，它比较不会头落地。很好很好，成绩就是不一样。收，慢慢好，就维持这样下来。然后你就慢慢浪下去。啊，算了。Perfect， 哦，赞，有点像那个客机那个。